这次可能确实要比平时多花一些时间了。哇！伙伴们，我们必须要集中注意力来帮助彼此。好的，继续向前。啊不，日开！哦，你们想变得更笨手笨脚吗？睡衣小英雄。哦，看来你们已经很笨了。车子失控了，快点出去！我们连逃跑都是笨手笨脚的。什么？不，离我远点！你这疯狂的猫车！哇！不！啊！被我自己的射线击中了。 现在你也变得笨手笨脚了，罗米欧。你必须帮所有人解除这种状态。想都别想，我能接受迷糊滑倒，我只进旋转，拥有笨拙滑滑手。但我永远也不会毁了这么棒的射线。哈，所以你要毁掉射线来解除笨手笨脚的状态了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太迟了，你已经放弃射线了，罗米欧。哇哦！哈，你们简直太笨了。看好了，我是怎么离开的，这边。 不对，左边！哦，照我说的做，淘气的家伙，他也笨手笨脚的，没法开车了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阻止他呢？<笑>说的对，我有一个主意。水衣小英雄，该上场了。这样就对了，再往左一点，我已经准备好破坏月球了。我感到很激动，主人。赶快住手，罗密欧！ 我们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交出偷走的望远镜。有入侵者，有入侵者。谢谢，我知道了。这声音不是聪明的飞臂侠吗？很遗憾，你来晚了。好好看着我是怎么把英俊的脸雕刻上月球的。超级大力金刚手！怎么回事？让你尝尝我飞臂侠的超级大力金刚手的威力。<笑>我有跳跃实验室和机器人，就凭你们这些家伙是根本不能阻止我的。你们不是我的对手。说对了，转移你的注意力只是我的计划之一。第二步就是我的后援了。你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吧？你们是跟月之女联手了吗？她也和我们一样想阻止你的行动。别想动我的月球，罗密欧，她是我的。才不是！看样子该实行计划的第三步了。月之女，说的没错，发痒袭击。 天下，阻止他，机器人！没有人能逃过我的月光波，你也一样，机器人。那是当然。飞蛾们、月之女、罗米欧、机器人忙着阻止对方，现在我们开始进行下一步的计划吧。超级大力金刚手，拿到了。没有望远镜的话，我就无法发射激光。好了，别再挠我痒痒了。 走开，飞蛾们！嘿，看你往哪里走，跳跳实验室，拿回望远镜，机器人。我们该怎么找到一辆隐形的车呢？容易，无敌飞臂侠伪装术。如果看到鸡蛋悬浮，就说明它在隐形的东西上。猜猜是谁拿鸡蛋砸了机动车呢？是罗米欧。你说的对，让我们去找悬浮的鸡蛋吧。千里眼。 好像变得更加难闻了。再怎么样也不会比罗米欧弄破那个超级巨型蛋之后更臭了。好了，睡衣小英雄，我们必须要在事情发生前阻止罗米欧。现在我们找回了飞臂侠机动车，我们来给罗米欧展示一下他能做什么。再多吸收一点恶臭吧，恐龙蛋，这将会变成有史以来最臭最臭的蛋。 看来吸收的差不多了，你们阻止不了我讨厌的家伙们，是时候放出这个恶臭蛋。飞臂侠机动车变形。
呢，他又跑了。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。水一小英雄。哦不！飞壁侠，你在干什么？扔得不错，水一小英雄。来接接看我速度最快的球吧。飞壁侠，你不能让那个蛋破了。我想到一个主意。飞壁侠机动车喷水，干得漂亮，飞壁侠！不，我一定要撞破那个蛋。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夜幕忍者总想要到总部去控制我们。啊，你要帮我吗？太谢谢你了，小忍者。当你需要我时，我该帮助你的。哎，当别人遇到困难时，我们都该帮一把。抱歉。水翼小英雄该上场了。现在如果想让我放了你们的话，就乖乖告诉我怎么样进入你们的总部。什么？没门！啊？什么？你下来了？没错，夜幕忍者，你永远不可能掌控总部，更何况还有我来阻止你。哦，所以是你让这只小猫恢复自由的，对不对？无敌猫跳，结束。愚蠢的忍者们，我自己来阻止这些讨厌的家伙吧。黏黏贴，黏黏贴，黏黏贴，小心！哦，不要再去帮他了，你这个讨厌的小忍者！超级猫速，好了。这样不公平。你们这群水翼小英雄总是来破坏我的计划。猫小子，你要去干什么？帮忙。英雄会帮任何人，即使是夜幕忍者。哦，好吧，我得承认你的选择是对的，小忍者，我应该对你说声谢谢。走吧，忍者们。这一下我抓到你了。哈，你以为你的小破车能追上我改造完成的超级忍者校车吗？哇哈哈哈哈！校车看上去很结实，万一我的车扛不住怎么办？我们来帮你了，飞壁侠。别担心，飞壁侠，我来了。这下惨了，我被粘住了，救我！飞壁侠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我刚听到了什么？你们需要我帮助？这是朋友该做的，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。你们两个也一直在帮助我。是的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也要帮助你们。睡衣小英雄该上场喽！机动车，如果我没有忍者校车，那我就抢走睡衣小英雄的一辆车，然后把颜色喷成忍者黑和忍者蓝。猫小子，猫头鹰女，我需要帮助。我马上来，飞壁侠。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，如果不是我在胡闹的话，他早就应该安全地躺在床上了。没关系，飞壁侠，但现在我们得让他下来。拿着这个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，超级大力金刚手。我接住他了。飞蛾们，把我的月光刺拿回来。哦，来我这边打呼，快来这边。
哦，我抓不到他，怎么才能把他弄到地面上？你们离他远一点，他是我的。看来龙总是跟着好闻的气味走，还记得吗？有了，饼干，超级猫速，饼干好棒，抓到了！现在开始，你是我的木偶了。不，它是我的。哦，夜幕忍者的标志，看起来他知道会输。你在拿飞壁侠的蛋糕冒险，但我们成功了，还拿到了超棒的方大石气球。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我要办一个蜥蜴主题派对。别只想着那个，飞壁侠，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他们有多棒了。他们端着超赞的方大石蛋糕。我真的很想要那个蜥蜴蛋糕，但是这个没有用的蛋糕好像没人要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大家交换好吗？才不要！嘿，好。我们交换，哦，一个方大石蛋糕。是啊，这是最棒的蛋糕了，没有比它更棒的了。尤其是当你按下这里的时候。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糕，它是一个黏黏鲜奶油飞溅的蛋糕炸弹。一个黏黏鲜奶油飞溅的蛋糕炸弹。没错，当最后一根冰柱也变成蓝色时，它就会把奶油溅到四处都是。当大家想要去清理时，就一个个的全部都被粘住。谁敢破坏我的派对，这就是教训。如果所有人都被粘住，就没有人能把飞壁侠的蛋糕拿回来了。我很抱歉，飞壁侠，这都是我的错。我刚刚或许是鬼迷心窍了，但是现在我有主意了，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。耶！啊，该吹灭蛋糕上的蜡烛了。哦，什么人吵吵闹闹的？记住了，第一个进去的获胜。我赢了。哦，那些无聊的睡衣小英雄在干嘛？等等，难道是拍轮游戏吗？来吧，再来一轮。你们几个打扰到我欣赏漂亮的月亮雕塑了。那是猫头鹰雕塑，是你偷了它。不，我确定是你送给我的。不可能，那是我的。但它更适合我，不是吗？所以它应该归我。快说啊，说它是我的，快说。好了，超级大力金刚手。我的天，你这么飞壁侠。小短腿可以尝尝在力场里被冻住的滋味。没人能够进入我的月光巢，也没有人能够从我这里拿走我的月亮雕塑，因为它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哈，你拥有它的时间不多了，月之女，你赢了，雕塑是你的了，我们走了。我就知道最后你一定会想明白的。飞壁侠怎么办？我们会救他出来，也会拿回我的雕塑。你只要走大楼的安全出口，然后从安全出口把门打开出来就行了，好吗？那我们就试试看吧。来看看，去吧，猫小子，快！一切都结束了，月之女。猫小子，这下
下子我能把这个小短腿还有这只猫也放进我的月光巢里，他们会被做成精美的雕塑。现在猫头鹰女要孤军作战了，你也想成为我月光巢里的一个摆设吗？啊，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，应该吧。好吧，我真的决定把它给你了。猫头鹰，月亮雕塑是你的了，放了飞壁侠和猫小子吧。你真的说了它是我的了？它永远都是我的按钮，我的机器人就会待命了。别做梦了，罗密欧。哎呀，什么？自求多福吧，讨厌的家伙。我干了什么？超级电脑组装成的机器人猫小子。三个机器人可不行，就你了，给我把这只小猫关起来。哇，这真是一场灾难啊。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了。不，葛瑞艾玛亚前来救援。什么？啊，不完美的机器人，你们两个家伙是怎么从里面出来的？就用了一个发卡，真是太神奇了。你们两个真是太棒了，即使没有超能力。谢谢，这没什么。你们是对的，我应该早点让你们帮忙。快点去抓住他们。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，你们也一起来吧。超级猫速，帮我一起打败罗密欧，比成为超级英雄更有趣。艾玛亚变身为猫头鹰女，葛瑞变身为飞壁侠，睡衣小英雄。我们要拿到罗密欧的超级电脑，如果关闭了它，就能阻止机器人了。那我们就行动吧。嗯，去帮其他人，机器人猫小子。飞壁侠挑战！啊，你们谁才是真的飞壁侠和猫头鹰女啊？我是真的猫头鹰女，我是真的飞壁侠。我是。哦，忍者们，扔掉那些睡衣寿司卷们！猫小子，救命！猫头鹰女，飞壁侠！猫小子，救救我们！猫小子，救命啊！现在就去我们的下一个拍摄地点。我不能在追赶夜幕忍者的同时去救我的伙伴，他是在耍我玩。猫头鹰女说的对，生气一点用都没有，尤其是生他还有飞壁侠的气。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，而且还要像方大师那样冷静。哎呀，走错了。救命啊，伙伴们，我来了。救救我们，拜托猫小子，快点救救我们。天哪，会没事的，跑快一点就行了。超级猫速，小子要保持冷静，按照计划去拯救他的伙伴们。别担心，伙伴们，猫小子回来了，他现在冷静又放松，就像方大师一样。超级猫速，终点站到了，亲爱的乘客们。哦，这一路真是惊险。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不用客气，而且我很抱歉之前对你们发脾气了，我真的是太糟糕了。没关系的，真正的猫小子回来了。谢谢伙伴们，我现在有一个主意，如果惹夜幕忍者另一个骗局，我就知道。猫头鹰女，不要担心，我没事。哼，我已经厌倦了只有一个睡衣小英雄的声音可以玩，是时候把声音一网打尽了。不，我要自己上。他把我们的声音拿走了。也就是说，天才罗密欧把我们三个的声音都拿走了。那是因为他太了不起。
起呢？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没了声音就什么也不是了，再也没有办法能够打败他了。而这些都是因为飞壁侠没能及时把他的声音拿回来。罗密欧是一个天才，他是天才。哦，你想说什么飞壁侠？哦，你是想说现在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？你是不是没睡醒啊，小短腿？想想看，有了这些声音，我能做很多有趣的事。睡衣小英雄将受到大家的谴责。哦，这比我想象中的可好玩多了。我怎么停下来了？或许是发动机出了问题。我想说我的招式才是最棒的，所以我获胜了。再一次，这里没有人可以比得过我，猫头鹰女才是获胜者。飞壁侠，猫小子、我们下。哦不，别之你抓住他们了。哦，要不是因为我总想着打败他们，他们就不会被抓走了。嘿，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。上了，看讨厌的家伙们，看看我的飞蛾们运输战利品的速度有多快。嘿，月之女，你的飞蛾们不错，但是我敢肯定他们没有强壮到能够拿回那个最大的玩具，那个巨型霸王龙。什么？这简单，我会让飞蛾们帮我把这个玩具拿回来的。什么？不对，你们这群愚蠢的家伙，我是要你们一起合作，把霸王龙玩具拿回来，明白了吗，飞蛾们？天哪，一点水都没有！我来帮你们啦！天哪，就差一点点！谢谢你，猫头鹰女。这没什么。抱歉，飞壁侠，我不该对你有敌意的。我也是，猫小子，我们都有点失去理智了。不是你们两个，这些都是我的错。我很抱歉，我把所有的事都变成了一场比赛，就只是因为我想每次都能赢。快从我身上下来，你这个大耳朵的家伙！月之女是不会放弃的。一只小鸟告诉我，我们现在应该停止比赛了，然后一起获胜。没错，抓住他们。好了，睡衣小英雄，现在该把这些蝴蝶带回家了，温柔一点。你们好，蝴蝶们，想跟我一起飞吗？让我们往这边飞，看看我的颜色。蝴蝶们，快来，我变给你们看哦。什么？你们喜欢那些美丽的美丽的？没错，月之女，现在轮到我了。对于之前的事，我真的感到很抱歉，但是我努力找了一些花来给你们。这里，请跟我们走吧。就是这样，做得好，蝴蝶们，谢谢你们。喂，什么？我的月光瓷怎么失灵了？等等，蝴蝶们，不能跟他们走。飞蛾们，你们在哪儿？飞蛾们，你们这些家伙在等什么？抓住他们！我说了，去抓住他们！你们这些没有头脑的飞蛾！哦，你们好，你们也想一起来吗？你们来，我们会很开心。是啊，我保证一定会对你们好的。不不不！看啊，我甚至觉得有点对不起月之女了。
起，飞蛾们，我以后不会再想要替换你们了，你们会跟我一直在一起的，对吧？飞壁侠，我有一个计划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个更好的计划。真让人懊恼，要是我能够坚持自己的计划就好了，再加上我的无敌超能力，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，超级吸力盘。现在该实施我的计划了，你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帮我撞击罗密欧的冰道。现在准备好做冰弹球了吗？啊，嘿，或许飞壁侠的计划有点用，来吧，来撞碎这些冰吧。啊！这些冰块人居然想要撞碎我漂亮无比的冰道！现在我要让罗密欧看看如何在冰上行走，超级吸力盘！你好，罗密欧。用我的超级吸力盘，我能在冰上走得比你更好。你在胡说！我的雪橇是由一个天才发明的，就是我。所以你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是绝对不可能打败他的。明白了。你等着瞧吧。冲啊，飞壁侠！追不上我了吧？超级大力金刚手！罗密欧，耶！是时候把你们解冻了，睡衣小英雄。哦耶！干得好，飞壁侠！飞壁侠，小心！刚才那样真是太棒了。我有点困呢。但我还是得继续啊！小心前面的墙！我的天哪，实在是太高了！你别紧张，不然会掉下去的。没错，要小心点。真棒！我要让它降落了，慢慢的降落。做得好，我就知道你能行，飞壁侠。看，只要去尝试就行了。没错，飞蛾们。快点放我走，睡衣小英雄。该结束了，月之女。是的，我们拿到了月光飞船，你就没法偷更多的礼物了。哼，这不公平，我从来没有过过一个真正的圣诞节，永远都只有我一个人。什么？你总是一个人过圣诞节？天哪，那真是太悲伤了。嘿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过平安夜呢？跟你们吗？是啊，我们必须把这些礼物和装饰品送回去，你能帮我们？那样大家都能过圣诞节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吧，我想。快上来吧，我们一起去拯救圣诞节。耶耶！啊！忍者们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强壮，但我们也一样啊。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，我已经有主意了。飞壁侠让我在四周看看，然后我就找到了这根旧绳子。你呢？一辆坏自行车，就是它了。我找到了煤气的皮球，来吧。就是这样，忍者们，舒适又贴心。嘿，忍者们，这里还有些运动器材，你们没拿到哦。谁想要你们这些垃圾？你们要？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去拿吧。你们这么强壮，一定很容易得手的。你们是强壮，但如果我们一起这样。现在你们没有那么多人了，就变得弱小了。
几个飞壁侠。这里是最后一批了，无敌银翅。有这些树来挂着你们，你们哪儿都跑不了了。耶！等等，我是说我来跟他们一起练习，不是你们水翼小英雄。好吧，轮到你了。来吧，忍者们，你们终于可以和他一起练习了。啊！不是一次全胜。